因为那个他用那个自拍架夹嘛。他说医生说说没有禁止，我说那你就喝啊，你就吃。我胃镜跟超音波都照了。哎，无所谓，记录而已。哦，所以他整个从那边。对。为什么用绳子目的啊？啊？绳子为什么用草那个？因为它入味吗？对，他们牛肉比较香，那也可以把牛肉把它。草席的味道。绑，不会让那个其他的比较肥的地方。了解。跑乱跑。那接下来就是切。对，切中间的肋骨，就是美国牛小排。Okay.哇！骨头待会可以摆盘上去吗？你要的话可以，可是它不能吃、哦。我知道，我是要摆盘好了、啊。再让我们照一下。哦，就是切完然后摆盘上端上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我拍到这里就好了。白粥好，谢谢。啊，白粥已经先上了。为什么要撕一个让自己手烫到？你可以做那个撕开啊，然后垫一下。哇！来，我很怕，很怕爆出来爆浆，流沙包，放桌上啊！来。